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81集向您分享新竹县关西镇渡南古道。Go， 对我来看麦。走，追着美景去爬山。停好车后，我们就出发，来去渡南古道。渡南古道是2018年由千里步道协会和当地居民热心整理使重见天日，我们从关西镇南山里渡船头八号这边进去。树上有指示牌002，然后这里写南山福德祠0.8公里。这里就是张之西路的起点。早期先民就地取材兴建的痕迹，渡南古道全长约600公尺。因古道两端分别是渡船头桥及南山福德祠，故名渡南古道。到达007指示牌这里，前方就是柚子树。赞向大家分享一下，以前我小时候来阿伯做揣包，就是用这个柚子叶用蒸笼蒸过以后，那个柚香味啊，配合的菜包真的是香喷喷的，超级好吃呢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又看到民宅了。
看到右前方是南山大桥。出来后，我们见到福德祠。我们从嘉东树对面这边进来，站带你们来去看南山水车。从左边切口这边切下去，这个是石板的地形。爸爸看最低，金龟残花笔。好，我们到达南山水车。有水，有。看完水车后，再去南山大桥那里。清澈的小镇沟里可以看到很多蓝啊。从这里我们就接回南山大桥了。过南山大桥后，我们这里右转。有一个装置艺术的相框。开满了满满的白花鬼针草。关西堤防走到底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右前方就是渡船头桥，待会我们那边要右转哦。这个就是凤山溪，向大家分享一下。过渡船头大桥后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来去刚刚停车的地方。本集就分享到此，这里是爽玩368市区乡镇频道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